直包容着他，保护着他，守护着他。同时呢，我也想对我的新婚妻子说，我会一直爱你下去。快乐乐啊！
啊，你确定啊？确定。啊，这个下面是几号啊？这是几号啊？七号。你家要买土包多少次啊？十号单还是？再来一次行不行？没有啊，你这是人家老公。十号的是我。十号，哎，你先别肯定啊，七号和十号，请你做出选择。确定十号，对。如果错了的话，你要负责任的。没问题，我亲他嘛。你亲他，你确定吗？确定。哟，可是来，这位女士，你上台来。真的。来，你把你的小嘴撅出来，然后撅出来，来，你把你的大嘴唇子往上撅。哎呀，这就是我媳妇嘛。